无线开。所以只能够嚟咗机场呢度等，机场有好车可以转过嚟，依家准备睇下可唔可以行路行翻去 pick up 个 location。希望有车，如果行唔到就行翻转头搭巴士去咯。機場是行不出來的，下次不好了，下次就在機場租車停車就可以了。船的碼頭又是行到的，我以為這裡連碼頭就可以行，是不可以的，一定要搭車出來的。現在搞完手續了，等車準備拿車就走了，就這樣了。城市都有咁靓嘅沙滩。Miami Beach 呢个长廊度行一个晏昼。几好 ，Miami Beach 仲有 free ride 嘅 public 嘅 transit。一車就車到嚟 downtown 市中心。呢度係 Miami 市中心著名項目林肯大街、步行街。呢度中間係一長排嘅食肆。一边听住西班牙吉他，一边食一个西班牙海鲜饭。仲冒住热气嘅西班牙海鲜饭嚟啦！呢间嘢主打就系西班牙海鲜饭。獨菇一味，又唔係一味嘅，兩三味唔同嘅配菜咯。喺度整緊一個 wedding function， 入唔到去。
的泳池，免得思考。有個個咩買咪個最著名嗰出買咪 beach 嗰條，我呢邊望住嘅就係買咪 south beach 嗰條長廊島，可能有1000家 hotel at least。呢兩邊家境同我哋湛江一樣啦，海濱大道都係咁樣啫嘛，係咪？係嘛？同埋你而家湛江嗰邊嗰啲金融區嗰啲豪宅，赤磡之間嗰條路。系啊，嗰、那个叫咩啊？金沙湾，依家系咁，上次睇金沙湾咪咁样咯。Caribbean Sea， 呢个系其中一个 key， 一个细道。Havana， 算大噶啦，有个咁大嘅摩。人口密集啦，终于。感覺呢啲 house 咧就係飄入邊啊，江月洞邊嗰種莊園嗰啲 style。5:45嚟到 Key West 啦，住喺一間 B&B， 做一晚海明威的鄰居，真係鄰居啊！海明威就喺隔離，小小的 B&B 房，麻雀雖小，都五臟俱全嘅。一个名词 ，everybody 喺度 relax。七间房咯，应该好少啫，得一栋两层小楼。楼上两间，楼下可能两三间、六间啫。呢个就系海明威故居，一间豪宅喺我哋嘅小酒店隔篱，应该系黐住个啤呀嘅。海明威故居对面就系 High House 庙先，
嘅食街啦，呢條就係 Do It。哇，咁虛撼，排隊食乜嘢啊 ？Roast pork 或者 rub through， 我都唔理好唔好食，有一場熱鬧先。紅餐廳打個卡，你好唔好食都要食啊！